曾经两位显赫一时的传奇才华尽露，为西班牙首都两大球会发放闪耀光芒。如今命运再次将两人推上战场，带领一众球星踏上争霸之路。今番短兵相接，胜王败寇，谁是多金的马德里之王？西甲皇家马德里对马德里体育会，星期六晚现场直播。